跟住落嚟呢位歌手咧，佢系 busking 唱出名堂之余咧，仲喺内地嘅比赛得到冠军，佢就系龙婷啦。Hello， 婷婷。Hello。欢迎你啊，婷婷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头先嘉怡都讲咧，你之前系 busking 出身之后咧，有机会参加内地嘅歌唱比赛，赢埋冠军，真系好犀利。咁呢个过程系点样呢？我参加咗中央电视台《星光大道》。攞咗2019年嘅年度冠军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咁你以前 busking 又系点样噶？唱啲咩歌多咧？都系啲怀旧金曲啊，邓丽君啊，系啊。哦，所以你今晚就拣咗佢嘅一首金曲，系咩歌咧？啊，千言万语。好，我哋即刻请你去准备一下。好 ，thank you。将个时间交俾婷婷。愁。